嘉义县沿海当着乡村景拍片的电影《消失的情人节》，近期也因为拍片带动景点被水而受到观光，吸引不少游客来挑衅。原有设施明显不足，立委蔡依瑜邀请相关单位来会勘，希望会当设置杂日的所在临时便所、路标指示牌以及调示告示牌，让游客更为方便。立委蔡宜邀接云嘉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进林、水利署第五副专局局长张清华以及嘉义县政府做伙前往白水湖的首岛会勘。蔡宜讲，有民众向伊反映，游客来首岛一探电影景点，煞无门口的指示牌，而且到达的地点要等到日头落山的时阵，也无暂时杂音的所在以及便所，相当的不方便。啊，主要就是要来，因为咱知影讲。这个消失的情人节，吼，咱的塑岛北水湖家啊，变得非常的夯啊，大家拢来家看一个这个在潮汐中挣扎的马桶啦，吼啊，唔得嘞，那么因为这个游客增加吼，啊嘛看到的有一些基础设施拢无搞，包括这个路牌吼啊，这一个潮汐的告示牌吼。这个基础的一个安全设施，哦啊，这来就是讲，来的游客哈，他们可能有需要要厕所哈，啊，这来也需要一些遮阴的一些凉亭，好啊，所以咱找相关单位哈，啊，把这些基础设施来做一个补强，啊，好，大家来家佚佗的时阵，会感觉讲，安尼家不敢风景水。啊，都方便啊，而且吼，啊，会使来遮安尼省了吼，安尼会使意犹未尽啦吼，来都想要来啊，所以嘛，真感谢咱遮的单位吼，啊，台湾安尼收听。会勘的结果，临时便所由云嘉风景区管理处负责整设，杂音水文观测站由第五河川局负责，明确的路标指示牌以及雕刻的告示牌，将由嘉义县政府负责。海巡署指出，搬调的时阵，受到的沙滩会被海水淹去。被水湖的部分道路也淹水，会看情形加派人力巡逻，维护游客安全。《新闻报》朱乃新、邓竹香采访报道。你伫倒位？我伫遮。踏入未知的山域。放空自我的一望无际，大口深呼吸，天地包容的辽阔胸襟。我不惜跋山涉水，找寻心灵的疗愈，却在未知的曲折处遇见最真实的自己。所谓平衡，就是让大自然滋养我们内在心灵。接受疗愈，重新认识自己。静心，预备出发的激动。两根灵棍上的精灵，风线拉扯时，呼应精神面与实际的对应。扯铃的铃，是铃也是铃。象征准备出发的人，心灵的丰满。我准备好了。准备好接受竹坑溪的轻松悠扬。徜徉大洞山的怀抱。漫步海曙山的静谧，如此纯粹，如此平静，嘉义最上头，离家